今天一个视频看懂咖啡店的爆款拿铁是怎么做的。我们首先在杯子里边加入冰块，这一杯里面它加入的是牛奶，这杯里面是加的生椰，生椰乳，这个杯子里边加的是燕麦奶，加入36克浓缩咖啡，这杯就是平常我们去咖啡店喝到的燕麦拿铁。这杯加入36克的浓缩咖啡，就是我们平常去咖啡店喝到的生椰拿铁。这杯加入36克的浓缩咖啡，就是我们平常去咖啡馆喝到的冰拿铁咖啡。一个视频秒懂三杯冰拿铁的制作，你学会了吗？就是这么简单，学会了。